同学，请看第九段，言会世界，如来第二个名号，或名狮子像。这个名号是从古上立的。也是从比喻上建立的。佛经里面常常把如来比作狮子，狮子是兽中之王。佛说法比作狮子吼，佛的相好庄严，32相80种好啊！转轮圣王也有，也有32相80种好，但是没有如来那么样的明显。换一句话说，如来的相好超过人王啊。相好是福报，佛是从因地修来的。诸佛如来因地修圆满的佛业，所以成佛之后显到究竟圆满的福报，狮子像这个名号提示什么？我们要晓得如果我们也想具足人天福报，那你得要修因呐。修因之事无量无边呐，但是总不出三大类。这个三大类就是财富、智慧、健康、长寿这个32相80种好与这三种业因有密切的关系。那怎么修法呢？佛教导我们三种布施你要拥有大的财富，你要知道修大的财布施那有人要问，我今天没有财富，我怎么能修大的财布施呢？这要什么？这要智慧了。有智慧的人，一个钱可以抵10000个钱用；没有智慧的人，10000钱当1块钱用了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这些道理跟方法，了凡四训呢讲得很透彻。
印光大师常常劝人学《了凡四训》。我年轻的时候学佛，头一部书也是学《了凡四训》啊，明白这些道理。为什么会有贫富？为什么会有智愚？为什么会有受妖？这里头有大道理在呀！要把它搞清楚、搞明白，然后你自己就懂得怎么去学了。只要真学，佛师门中有求必应。我们有钱，收入很微薄，尽其所有的布施，这个布施功德不可思议。我尽到我百分之百的力量啊！有大财富的人，布施个几百万、几千万，在他叫九牛一毛啊。算不了会什么事情啊，他布施的心跟布施的事比不上穷人。穷人布施的心诚恳清净，布施不附带任何条件，没有人知道啊，没有人知道阴德了。阴德天回报也厚啊。大富长者布施钱好像数字是不少啊，你看看立刻就受到表扬赞叹，他就爆掉了，现钱就爆掉了。别人对他赞扬称赞表扬，这都是福啊。由此可知天道公平啊，绝对不是说富人生生世世都做富人，贫穷人生生世世做贫穷人，没这个道理。贫穷人的布施往往超过富人，所以来生穷人变富人，富人变穷人，叫风水轮流转呐。老天爷很公道啊。聪明智慧法布施，健康长寿无为布施。这个无为布施有的时候不要用钱了，对于贫穷苦难的人，你能以善心爱心关怀照顾，这都是属于无微不至啊。我们今天在学院这个机会很多，每一个星期六的文学晚宴，你看来参加的多少都是退休老人，他们年岁大了，儿女不在身边，都在外地去谋生去了。
没有人照顾啊。啊，参加我们的活动，我们能够以真诚心关怀爱护啊，陪他们聊聊天，都是属于无微不至啊，他需有需要啊，我们留下他的电话啊，地址啊，我们的电话也给他，有什么急的事情需要我们帮助，打个电话来，我们随时有人去协助他，无微不至啊。啊，他住在这个小城呢，他感觉到有依靠啊，有真正可靠的朋友在此地啊。有急难的时候，真正有人帮助他了。我们在此地好好的做啊，将来我们这边收入多了啊，我们希望每一天晚上都能够招待这个地区贫苦的老人，那我们办老人院，条件不具足啊，能够每天供养一餐饭呢，也不错啊。那办老人院的时候，三餐都要照顾啊，我们能供应一餐就很不错了。啊，那么他们这个当地人呢，晚餐是他们一天主要的一餐。啊，我们提倡素食，健康长寿啊。啊，那么在晚餐当中，啊，我们也能穿插一点鱼性的节目。啊，鱼性节目里面呢，决定有教育的意义。啊，对于老年人，怎样防止疾病？啊，有助于健康长寿，这些东西他们很需要。帮助他们放下妄想杂念啊，帮助他们修清净心，修慈悲心啊。那么前几天我们举办了一次教友，这是个好的开始，能有这个缘分的话，每一个月举行一次啊，这都是属于无微不至啊。我们学习的佛法，希望啊，如实落实。啊，我们把这个小城
就看作一个弥陀城啊。小城里头每个老人都是我们照顾的对象，都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啊，我们爱护他们，尊敬他们，全心全力的帮助他们修福啊。那将来果报是之相啊。再看第三个名号，后面蒙利会，啊，这个名号也是从古上起的。佛具足究竟圆满的智慧，啊，世出世间一切法，没有一法能把佛难到的。那我们知道了，前面四字相啊，是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。这个地方蒙利会呢，偏重在法布施。法布施是一切时一切处一切众生 啊不一定啊，要有个讲台，要有个讲堂，不一定，随时随处个人也好，三五个人，八九个人，啊，在一起喝茶或者吃饭，啊，那都是道场啊。尽量避免杂心闲话。谈一点呢，真正有利于身心修养的话，这个好啊！啊，所以你要有啊，弘法利生的意愿，这个意愿要强烈。啊，真有这个意愿，强烈的意愿，你自自然然在经教里面呢，会勇猛精进的，你会很认真努力学习，你会契入境界，契入境界就法喜充满了。空老夫子说：“不亦乐乎。”一切时一切处为人演说啊，演是表演啊，啊，用形象给人看，形象就能够折服人，就能够度众生。形象要真诚，要清净，要慈悲，啊，这三个条件最重要了，啊，让人家跟你一接触，对你就放心，你这个人诚恳可靠，嗯，不虚伪，
让他有这个印象。你这个人心底清净，啊，没有贪嗔痴慢，啊，你这个人有爱心，自自然然，他就愿意接近你。这个不是灵石可以装得像的，这装不来的啊，要靠长时间的修养，从内心里面发出来，你才感染呐。表面上装的那个样子不行，装不像。总的要懂，啊，要认真地干，啊，不切入境界，智慧不开呀，啊，这个佛法里面讲三昧，啊，得三昧，智慧就开了，啊，法喜充满。第四句，或名金色印，这一句也是从古上立的名字。印是光明，啊，金色印是金光。在一切光中，啊，金的光是最美的。啊，这些是从比喻上建立的。啊，我们看到黄金在高温之下了，它变成了液体了。这个时候，它的光跟色是最美的。啊，跟它在固体这个形态之下了，那个光色不一样。佛用这个做比喻，啊，金色一切众生喜爱它，它不会变，啊，这是七宝之首。其他的它会变，啊，银，这个五经里头，啊，铜，啊，铁，锡，我们现在一般讲的时候，都很容易氧化，时间久了，氧化它就变黑了。啊，原来那个白色的那个形象都没有了，白银，啊，它变成黑的了。一定要加工处理，才能恢复它的本色。但是黄金不受影响。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下，它始终不变色。取它这一点呢，
佛法用这个来表法，表真实，表不变。那么这个名号也是古德，我们称佛菩萨金色身，金色身放金色光，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，不但是阿弥陀佛，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那个身的颜色真金自摸身色色相啊，自摸真金是经里面最殊胜的最好的，佛法里面常常讲的金刚不坏身啊，那我们看看这个身相，想想那是什么因修成的，最根本的坚定不坏的信愿，清净坚定不坏的运行，特别是修净土的同学，我们对于净宗法门要有清净坚定的信心，要具足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一愿都不能够缺少啊！对于这个愿心，要有清净坚定的信心，从真诚心里面发出来，效法阿弥陀佛，向阿弥陀佛学习，要把四十八愿愿愿落实。这个落实就是修行的，落实在生活当中，落实在处世待人接物，每一愿都具足其他的四十七愿，愿愿如是，大愿大行，果报
就是金刚不坏身呐、啊，啊，金色焰如来啊，相好光明，无与伦比。那么这个相好光明是自自然然的果报，不是如来希求的啊！如果以希求的心，他的心就不清净了啊！果报怎么形成的？佛法里面常讲法而如是，如是因，如是缘，如是果，如是报啊，它自自然然就是这样的啊，这个里头没有理由才起一个念，这个念就是妄念。真实果地一个妄念都没有啊。妄念实在讲啊，是凡夫烦恼里面所生的啊，妄想分别执着。真心理念啊，理一切妄念，换一句话说，一切妄想分别都没有，这个时候真心啊，在言叫见性，在耳叫闻性啊，不叫识了。古大德教我们啊，摄食用根，希望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练习锻炼呢，眼看得清楚，耳听得清楚，哎，不分别，不执着啊，不打妄想啊，那这个就是舍食用根的修行原则。这个方法如果修会了，大有利益。啊，用在念佛这个法门上呢？那是时报庄严土啊，啊，品位提升太高太高了，对于外面六尘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是慧也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那是定啊。这是最高级的禅定，在哪里修呢？就在日常生活当中修，在穿衣吃饭之处，在工作应酬的地方，一切时一切处，都是道场啊，都是禅堂啊，哪里要什么形式啊？啊，这个定
修成了，就明心见性了。啊，见性成佛。啊，成佛之后，金色光明，本来具足。啊，那不是学来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世出世间圣贤之道啊，其根本总不外乎真诚而已。啊，我们做人何必要虚伪呢？啊，看这个人真诚就能关机啊。这个人善根发现，能看得出来啊，善根发现就为他演说。这个人业障很重，善根还不发现，你讲什么好话他听不进去啊！现在这种人很多啊！啊，那怎么样呢？六祖说得好：“或长令欢喜，随缘。”一丝毫勉强都没有。这都是智慧的启用啊。啊，对待不同根性的人，不同的演说，啊，也是表演，不同的表演，不同的说法。无不切机切理，啊，这是个总原则，决定不会违反的。切机，对方欢喜，切理呢，祝福。欢喜啊，总不违背诸佛如来的教诲人生在世啊，要问怎样才能让我这一生呢过得最有意义、最有价值啊，最幸福、最美满不是不能的，真能啊。古圣先贤告诉我们求学活到老，学到老啊！啊，还学不了啊！求学真落啊，它落在哪里呢？佛法里的常说，烦恼轻。智慧长不但是年年有悟处啊，
功夫好的人，月月有悟处。现在讲呢，每一周周周有悟处，你的生活怎么会不快乐呢？怎么会不幸福呢？啊，这个日日有悟处，我们不敢讲啊，那是真了不起啊！啊，那是什么？那是已经入境界了，已经得三昧了。啊，月月有悟处，周周有悟处，虽然没有得三昧呀，哎，贴得很近啊。啊，已经有发喜升起来了，啊，已经有发喜了，啊，充满不敢讲，啊，真的有发喜了，真的有信心了，啊，真的不退转了。人求学修道为什么会退转？他没切入境界，他得不到法喜，这是第一个因素啊。第二个因素呢，外面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诱惑他受不了啊，这是第二个因素。有这两个因素啊，他会退转啊。这样的人很多很多啊，在我们自己经验当中，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刚刚学佛啊，认识许许多多学佛的朋友啊，学教的时候我们也认识不少啊，我们一块学习经教的同学们10年之后20年之后30年之后40年之后，几乎都被淘汰掉了啊，都退转了。什么原因？刚才讲的两个因素，这两个因素的它真正的根呢，就是真诚。所以这桩事情啊，一丝毫虚假不能有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掺杂丝毫虚假，你就不能起入啊，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经你看不懂，看注解也看不懂，你听我讲你也听不懂你得不到受用啊，纵然听了很欢喜啊，很高兴离开讲堂呢，恢复你的老样子，起心动念呢还是自私自利，还是你自己无始劫来的烦恼习气当家作主，你是一分一毫都不能够转动，你怎么会不退转呢？
你在这个地方住了两年，不得受用啊。这桩事情啊，诸位要好好想想啊。为什么？关系自己这一生的成败。啊，关系到你将来的前途。这个将来来生后世啊。啊，现报那是你的晚年，啊，所以不能不留意呀。是法佛法，最重要的是抓住纲领。啊，最重要的是先要培养德行的根基。啊，儒家朱夫子给我们提出了纲领。啊，儒家的教学，只有五句啊，也是20个字啊。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20个字。啊，这个是圣贤教育的总纲领。简单明了。学习的方法是5个字，不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独行之。如果把这个之字去掉，10个字，不学，审问，慎思，明辨，独行。方法啊，落实在自己身上，言忠信，行笃敬，忠我们看到这个字，这个字是会意，忠是要把心摆在当中啊。对一切人事物不能有偏心啊，偏就不忠了，邪就不忠了。行是日常生活行为，行为里头最重要的纲领是敬，诚诚恳恳，恭恭敬敬，
敬人、敬业、敬事，敬天地鬼神，敬一切众生。对事，正其义，不谋其利。意思道义，这个事情该做不该做，绝不计较利害得失，这事情是该做的。该不该的标准是什么呢？是对社会的影响，给社会做一个好的形象，模范呐！那么今天是哪些是正义？孝亲要做，尊师要做，伦理道德决定要维护啊。符合于伦理道德了，不顾自己的利害得失啊，我要做啊。对人有个最高的原则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尧舜禹汤，文武周公孔孟，教化世人，不过如是啊。就在这几句话里头他的千经万论不离这个宗旨，不离这个原则。佛法的教学我们取法于近代的祖师大德他是近代人，我们是近代人你看看印光大师教给我们的顿伦尽分，贤邪存真你看那个世间教学，古圣先贤，孔老夫子这个纲领，朱夫子还搞这么多了，那几十个字了，印光大师八个字把它全包括了出世间法呢，信愿持名求生净土，也是八个字。印祖的心传是六个字我学佛50年了，总结我50年的心得，我写20个字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这是菩提心如是存心看破放下，自在随缘，念佛。这是修身处世待人接物把菩提心落实20个字
落实到敬业，我提修学的科目三福六合，三学六度，普贤十愿啊！你要是纲领抓不住，你学什么？日常生活起心动念，通通不违背纲领。你在菩提道上，你在圣贤道上，如果脱离了这个纲领，你的麻烦就来了。你退转了，你堕落了，你又去搞三途六道去了。不离开纲领啊，那你是修金色焰啊。你修的是无比的殊胜美好啊，啊，金色光明。现在时间到了。